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永恒黑洞适用队伍打法攻略，卡夫卡、真理、托帕，星穹铁道 2.2 活动最后一关永恒黑洞，初始武器带球棒，配对带真理、托帕、沙金和卡夫卡，商店加点主要是点满武器伤害、速度、经验祝福和配饰桃，剩下的看大家的代币数量。出门挂自动，冒险策略选等级，武器推荐带球棒、弓、雷晶级、蜡烛、铸成之志。配饰方面，除了共鸣的五个，再带一个超剂量处方。武器推荐优先升级球棒、弓和雷晶级，蜡烛最后再点。配饰尽量把超剂量处方点满，还有富裕就点弓和雷晶级的共鸣。附上成型之后，暴打绵绵的片段。弓和雷晶级传说之后是真爽。大家觉得哪个武器最好玩呢？买了。最后打死绵绵就能拿到16万满分了，都看到这里了，还急求个免费的，点上小小心。一无所有，或者赢下所有。伤害 MVP 是球棒啊，果然是银河球棒侠。拜拜。